现在倒车更快了，我跟你说。我本来还用涡轮，但是泰斯炮跟我就不装它。我现在是装，啊，你是装瞄准镜加小锤吗？我觉得装小锤稳，它旋转太快了，我开起来不习惯，所以我现在装我现在装什么？瞄准镜、涡轮跟锤稳。不是小锤稳，要、啊、不然你装什么？风扇啊、哦，风扇锤稳，小锤稳，风扇锤稳，瞄准镜。这什么跑位？好像还行哦。锤稳风扇瞄准镜，我昨天也是用锤稳风扇瞄准镜。我现在改涡轮，我以为他是要去撞这个1357。这台车左右转的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，车子回转速度超级超级快。那 S 可以，Oh my God, what the, what the fuck?看这1357没有一发打中，我就看到了。我们没有队友要看这个转角。大哥啊，你没有俯角的车子，你来这边干嘛啊？他爆了，你看他横着走、欸，哎、欸，我靠，他横着走没事。这7201真他妈的，这种玩家都是有这种运气，你知道吗？你去哪啊？哦天哪，这 VK 到底在玩什么鬼？
Oh my god, this gun, bro! Ooh. 我没有想到他会探这么出来。 现在 Skoda 会卡住了 ，T29 在看我这 ，What the？ 他吃这发痛哦。 我们的 VK 到底在做什么？你跟我说，他有这场有扛到线吗？ 哦 my god！ 哇，大哥你有事吗？刚是 low roll 吗？312哎，我的！哦，我们的 VK 勇敢了，我们的 VK 突然间勇敢了，你有看到吗，各位？ 来，在转角。 God, man.
这炮真的有时候你真的完全无法理解。这车我跟你说，只要它只要有转动车身，那炮就是完全打不中人。Where are you going, bro? Where are you? What the fuck is that?该验牌了吧，哥哥。安娜·安德森。晚上好，各位。N 牌了，我要哭了，我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拿 N 牌。我终于找到一个我适合的装备了，可能吧，可能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吧。看这台车真的有够难操控的，我老实说，这台车。如果你要我给他一个评价，我会选他是美国八街最烂的中坛，我应该会这样选，我应该会，但是我军商没有很低哦，军商有2200多，125场62%胜率，均平均经验1168，军商2236，协商是718，其实没有很低，老实说这是数据，但是我玩了125场才拿 N 牌，我只能说这台车跟我不合。这是我唯一想得到的解释。我个人很不喜欢它的转动炮，炮塔转动的扩散其实是没有很大的。但是当它只要一遇到你的车身旋转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它的车身旋转绝对是数一数二快的。它旋转一圈的速度绝对是数一数二快的。所以你如果 A 跟 D 如果没有控制的很好，它很容易转过头。然后呢，它只要一转过头呢？他只要一转过头，你的扩散会变超级大，真的就变超级大。他的车身旋转扩散实在是他大的吓死人了，真的吓死人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那夸张，他的炮塔的转动扩散是没有很大的，但是车身移动的扩散是真的是妈的世界大。这台车还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倒车超级快，他的倒车几乎感觉是跟前进差不多快了吧？我看一下，他倒车是多少？他倒车可以到33呢、欸，33。他这台车的优点就是你要往后退的时候真的很快，转向超灵敏，就是灵敏啊，就是太快了，所以你只要不小心按一下，太多了，他就转过头了，真的。